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来欣赏网友投稿的一段，这个就是血魔九星奈操作之后，有个对方英雄会出现一个 bug 的问题啊。我们看到啊，他说血魔九星奈把对方控制住之后，我们看到这个宇智波斑变成这种固定的状态，然后打他也不会动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 bug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他放另外一个阴忍者，我们看看他放了什么。好，他准备放了泳装小男。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操作啊。好，开启一技能，一技能之后快要落地之后，然后再开一技能，把它按到地板上摩擦摩擦之后，我没看到，然后这个泳装小男就已经卡在那里了啊，然后这个姿势啊很暧昧，然后这位网友他现在换成了佩恩，知道大家知道为什么换佩恩吗？因为佩恩的站姿手是比较那个的啊，哎呀，这位这个网友投稿的操作真的是厉害了。居然会有这种想法啊，咱们就当没看见。小伙伴，你们会有这种操作吗？